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然后我们就打算开箱这个 playset 了哈。它是一个停车场的 playset，然后来自 Matchbox 的然后这边有附送一辆车，是 Mustang 啦，野马，OK。然后呢，其实呢，我一直以来都是很喜欢这种卡宝 playset，可以停很多辆车的。可是呢，这个箱呢，其实我有点不舍得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怀疑这一盒呢是美国才会有的盒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 OK，Matchbox 跟 Hot Wheels 一样的，他们会有两种版本，一种是专门给美国的，一种是给全世界的。OK，为什么会讲美国专有呢？因为你看呢，它是全部只有英文的，看到吗？全部都是指英文，全部指英文。OK，连后面也是。OK，顺便给你们看到后面了哦。它这边就有介绍说它的一些特点升降机啦，然后推拉车出来啦，然后收费站啦，类似这样的东西咯。OK，我为什么会说这盒是美国盒的呢？因为给你们看看另外一盒啦。OK，就是这个。这个呢，就是卡罗山哈，下一次会再拍啦。现在你可以注意到哦，你看它这边会有多国语言的，这边也是，看到吗？这边也是。所以呢，美国呢，它通常是只有英文，没有其他国家的语言了，看到吗？所以这个是 international bag，然后这个是美国的 bag 咯，OK，然后。OK，这个 playset 呢，我是在 Shopee 买的，所以呢，就可能会比较特别啦，还是我幸运啦，因为它这边有一条 plastic 啊，它有插在里面的这个响声的那个 box 咯，是插在白区，所以就你看我在按哦，它这边声音，然后你在戴尔二还是 Lotus 的时候，还是哪里，戴尔看到的时候，你按这个呢，还会有声音的，OK，所以现在。就拉它出来了，一二三，出来了，然后怎么看看？来看看它后面的盒子了，OK，它后面盒子就真正说给你看它整个边是长什么样咯，可是也不够的真实啊，你可以注意看它的车哦，其实都好像比较电脑的，都不像真的啦，OK。然后呢？现在呢？现在 Matchbox 跟 Toy Hot Wheels 呢，都有这种让你按进去，然后把它整个箱子拆开啦。OK，你注意看这边，它有一点缝隙了，就你按这边呢，就可以整个拆开了。OK，So，我们就直接拆开啦。OK，它开出来过后呢，就是这样子啦。OK，开的有点烂了。OK，就有一个说明书。说明书跟一些小小的粘纸，让我们自己去粘啊，就是这边。那这个是什么来？应该是一些安全指南吧。我们不要理它，这也不重点。OK，这个是它的其中一条路咯。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它细节蛮多的，看它这边还有一点那个胎痕。然后一些路面的那种裂痕，OK，最不错的是呢，其实它现在也蛮好的。它现在你看它不，它以前呢，它盒子这边是没有的，所以你看现在有这个东西，好，我们不要离开，然后也不伤盒子，这里拿东西出来，而且呢，它有些粘纸已经帮我们粘了，那种很难粘的粘纸呢，它也帮我们粘了，管理地呢就麻麻地啦，OK，其实也很好，因为你看它其实有点皱纹。你只要自己再按狠下去就好了，就没有事了。OK，后面也没有什么特别了。OK，就这样。然后这个是，你看，它的一个其中一个 bug，它 bug 其中一个 bug。那这边还有一个 OKU 的 logo 咯，然后这些盾呢是，改这么呢过后后期会讲。我们继续开箱。OK，来，这个就是它的电梯了哈。这边是它的阀门，那这个盒子是什么呢？这盒子里面有一个盒子，我们拿出来看。OK，
这盒子呢就是一些小配件啦，诶，把个小配件再起来看看。这些小配件 ，OK， 一个闸门，一个闸门，一个类似插卡的地方啊，收费站这样东西，那个，好，啊，我们的充电器 ，OK， 汽车充电器，还有一些它的。这是那个柱子啊哈，钉啊，我们讲的钉。这个好像是那个找那个显示牌，诶，其他的钉咯。OK， 然后还有其他的配件，斜坡，还有这个，这蛮特别的。叮咚叮咚咚咚咚。一个斜坡，还有一个小卡片，这个钉子 ，OK， 就这样了 ，OK， 这边呢就是它的里面所有和姐妹的东西，然后还有这个车了，给你们看一下它的细节喽哈 ，OK， 一个 Mustang 来的，Made in Thailand，OK，就这样了，我也不清楚它是不是限定这个 Blazer 才有的，因为我也没有去做研究。所以就这样 ，OK。然后刚刚呢，我讲这个发声器呢，其实它是要一直按着才会有那声音吧。OK， 所以呢，其实它是要一直按着才会有那个声，其他那个语言那个他讲的东西出来咯。哦，其实它有应该是有五六种的那个说法啦。OK， 因为我们刚才只是我只是按一下子不了，所以它只能这样子，所以其实它按久久才会有那个东西出来。我现在呢，我要组装它起来，然后呢，粘上这些粘纸，最后呢就才给你们看它长什么样子了。哦，有一些小粘纸要粘。OK， 在我组装到一半的时候，其实我发现了一个很好的东西，你看啊，它怕啊我们不会装啊，所以你看啊，它会有一个纽扣啊。OK， 你看这边有一个 J 哈，哦，它就对里面这个 J， 那，啊，看到吗？这边有一个 J。那这边 K 哈，就是对这边 K， 这边看不到，看到吗？隐约在这边，在 K 字 ，OK。然后 L 的话我就找不到了，因为这边一个 L。所以其实这个玩具，这个 playset 你不用怕你装错，因为它都有 label 好给你了的。好，就连这个柱子呢，它也是有一个卡扣。给标记着你要这边向外还是这个向内 ？OK， 你看它这边，这卡扣给你了，这边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倒，你不可能倒错，因为你倒错的话，这个你下不到，不能装下去的。所以你只能，你不用去担心说，哎呀，谁了？我倒错了，这个应该是向外的，可是我装去向内，不用担心啊。OK， 完成了，这个就是它的一个。装完的效果了，哦，一个大个招牌啊，干嘞唔知啊，啊 ，Mashbox 啊，啊这边也是有粘纸，这个已经比较快哈。为什么我加管理地麻麻的？你看，它一个皱纹，所以可是你按下去呢就没有这样问题了啊，只是要稍微按一下咯。OK， 有几个粘纸呢是特别的难粘咯，就比如说这个 parking 的线呐，它有点长，所以。除非你那种特别的工具啦，不然你只能像我这样粘歪歪咯。然后这个在装的时候，它就没有特定说到底是哪个前哪个后啦。可是我看它图纸呢，是要这样倒才对啦。哦，我没有 try 这样倒转刀啦 ，OK， maybe 倒转刀也是可以的。可是我因为我比较要求比较高，所以就这样子啦。OK，
个东西是来做什么的呢？你看它这边有车，就它车绑进去的时候，它你看它不会说完全整个哦跑去 ，no， 它有这样子，它有一个扣着它 ，OK。然后这个点点点呢来做什么呢 ？OK， 这边我证明做不到这样明显啊 ，OK。就我把这个车移下来这边，因为我们转个圈先 ，OK。啊，这是它另外一边 ，OK。然后我们把车推下来呢，那这个点点点呢，就能阻止他的车往，就减慢他车速度，就避免他往前冲。OK， 啊，是这样。然后这边呢，就一个小闸门，这样子能手动的就可以开了。然后这个车可以出去了 ，OK。然后进卡棒的时候呢，哈，这是很特别的，因为你看它这边是一个按键来的，等一下当我按下去哦，看那闸门就会开，点点车进来，叮叮，哦，给接，大神哥，滴滴，走进去，可以停车了 ，OK， 大致上就是这样了 ，OK， 它整个东西是这样。这边呢就有一个 EV 加进的那个车，所以你有像那种电动车啊、Tesla 车可以。放这边，然后充电，然后这边有一些停车位。OK， 现在呢，我们就开这个车上电梯了。OK， 我们就给它从这边出来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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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开闸门，然后出来。OK， 然后这个呢很特别哦，它可以这样子。我们先把这个东西 lift 推下来先了。OK，before 进这个 lift 呢，我觉得很有很多。应该是没有最大，其实它这个我不懂为什么它可以转来又转去，转来又转去。这一个其实也是很难连一下哦，因为你看它这边呢，它是我连这边靠到它边边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看我们那边，它没有靠到边边的，看到吗？看到里面最大，其实它还有点空隙，哦，所以就有点麻烦了。不过呢，连的时候就没有办法，因为你看它这个可以转了，特别。可以这样子推，你可以这样子推 ，OK。OK， 所以现在我们把这个电梯推下来。OK， 这个门呢是要手动，所以我们自己打开。开了过后呢，就把这个车。它不能扣吗？难，嘿嘿，这样子，你看它就不用，它不会跌下来，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推进去，然后把这个门关上 ，OK，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车推去我们要的楼层咯 ，OK。OK， 它每一个楼层呢，我们不用怕它，哎呀，我们要怎样移到哪里，你不用的，因为它其实它有一个 click 的，我们你看注意看啊，给它 click 的，推上去。OK， 这个声音呢，其实它是很 random 的，所以。就如果刚刚好，它有一个讲有一个 EV station 嘛，在 third floor 嘛，所以如果你推到这层刚好又讲到最后，就比较 perfect 啦。就美中不足是这样咯。如果它能说我们推到 specific 的层，然后它讲 specific 的那个话呢，就很美。OK， 当然呢，当我们推到这个层够了，他们的车挨着你自己这样推出去，要不然其实它这边有一个拉杆给你拉了推啊，那个车推出去。OK， 就这样啦。然后这层呢，它就没有出路咯。OK。所以他只能，我们就正想象说这个车要推回进去，然后再下一层，不是个拉杆，然后就从这边你的车出来了 ，OK， 就这样啦。OK， 我就自己拿了我自己的细高佛出来给你们摆看喽。这个就是真正的玩法咯，大概就是这样子啦。OK， 转一圈给你们看一下啊，希望这些车它不会滚动。啊，这就是360度，看一下。OK， 转，嗯哼，这是不是一定有设定到的 ？OK，
转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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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看看啊，见证奇迹的时候。哦，不能，太高了，所以他这边已经不能进了。So, 没办法了，要不然就是我们自己从，就imagine 他自己飞上去，停在这边，啊，停在这边。OK, 停在这边，啊，停在这边。要不然其实他这个电梯门呢？电梯门呢，它是进不到了。OK, 对，就这样啦，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，拜。大概收拾的时候呢，我发现一个小瑕疵，就是这个停车壳其实是废的，因为好像这边有装了东西，所以你看那车完全停不进去，压我感情啊嘞，哎。